原来一山讲嘅嘢系真，全部食宝都系偷翻嚟嘅。你做乜嘢啊？你哋系留俾到招妃食我哋嘅子肉。唔系，会皇上，我爹都要二父叔害死。如果皇上先允许我同佢一战定生死，繁华盛世，何谓食之真谛呢？ 人生五味，尽在味想天开。